看一下哈，左下方这边，谢谢。左下方完后呢，移到中间前方。中间们，所以麻烦请记得再看一下后方的这个电子媒体朋友们，在我们的帐篷底下。前面的平面媒体们都有拍到吗？还是再看一下？好，中间前方再看一下哦，谢谢。灰色衣服这边，灰色衣服，谢谢。中间下方的平面媒体朋友，再补拍几张。没有，我是男生啊，不一样。对，其他女生小心一点哦。对，女生要出专辑了，要大家要小心了。我朋友已经很少了，不要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也难怪，就是强者总是寂寞的，难怪他没什么朋友。对对。这句很有道理。对对对。不过既然这个人只有他了。哦。对。他永远不要讲这个是、今天是我的今天是他的粉丝见面会，一直在讲我的坏话、啊、这不是坏话吧，我的意思说我们敢 K 你的还不是坏话，我们感情很好啊才可以这样、对不对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既然对小乐一直在讲你的话，你要不要讲一下小乐私底下，这样子有平反一下的感觉、啊、因为他其实在台上跟在私底下差不多，就是蛮白目的、都蛮白目的，可能私底下会更严重一点，所以就是很直率很坦率的一个人啦，对不对？就很欠揍，你讲的实在是太好听了。那是怎么样？私底下的话呢，在一起工作的话，有没有比较讲一些比较贴心的一点？有没有什么比较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啦，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合作？就是我对他一直以来都觉得他好像都只会跟我开玩笑，不会跟我讲什么正经事。结果我的音乐给他听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真的开始跟我聊正事了，就是差别蛮大的。他是认真的在给我建议跟告诉我说，觉得我好的地方跟觉得可以改的地方，对啊，我觉得非常感谢。而且在我自己心中非常没有安全感，觉得当歌手这件事情很害怕的时候，他也告诉我说，其实我很幸运，就是一发专辑的时候就可以拥有这么多很棒的老师，还可以自己选歌，是一个很幸运的事，对。的确，真的好朋友就是要这样子哎。有时候鼓励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私底下关起门来就该说的还是要说，有一种你知道在旁边要鞭策的感觉。对，当然，但因为我了解他这个人的个性了，就是其实主要是像比如说，包括今天来也一样，其实。因为我本来就是相信我来大家应该不意外嘛，就是应该就是我了吧。然后但主要来呢是，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很简单，他只需要你给他安全感，那他就可以把事情做好。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那我今天来其实就是也是这样，给他一份安全感，然后让他有身边有一个熟悉的人，然后真的给他一点鼓励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刚刚一上来的时候，我瞬间就解压了。啊，碰到了熟悉的人在台上，有没有就一起的感觉？也要看个性了。我就是那个比较在逗大家开心的嘛。对对，有时候太熟的，但上来如果比如说萧煌奇老师上来，他可能还是会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是个老师。对对对，还是老师级的。那既然五月七号要发片的话，有没有一些什么祝福的话要给宇威呢？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的专辑已经卖得非常好，托大家的福，谢谢你们。预购的成绩非常好，果然就是小蔷薇是厉害的。对，那谢谢你们这么支持，然后我看到是非常开心，因为应该很少人发片第一次就可以到这么卖到第一名吧？对啊，对，可能不知道，搞不好自己偷买了1000张，我也不知道。一千张好像蛮贵的，蛮贵，算一下。还好，应该你拍一集的钱吧？最好是，这是互亏有没有？互亏哦，没有，真的开玩笑，没有开。乱算了，乱只是开玩笑一下，认真没有那么贵，请大家赶快找到拍戏，然后旁边的角色可以找我这样，对，然后就是其实主要他这次成绩那么好，看到是非常开心的嘛，对，那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去仔细听他的歌，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认真在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是真的唱得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因为大家可能。搞不好一开始都是因为他，我看他照片也拍得很漂亮嘛，希望你们不要只看照片，好不好？仔细听听他的歌，他是真的很用心做这些音乐，这样。对，当然今天小乐来的身份可以圆圆满满啦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是。你这个这样感觉，我错好像是珍珠哎。对，粉圆，你不要这么计较吧。我人都来了。好。粉圆很难，我刚去因为要排队。好。对。还特地去买完才赶过来。对的。哎呀，那这样这个今天这个预购会的见面。上当然应该要好好的来这个问一下有没有好是，但因为今天
就因为有点太满了，我先自己做个姿势啊，好不要真吃哦，好的好的，怕女生吃卡到牙齿啊，好，我以为你说因为太满了，所以你先把它喝上。对，我刚刚也以为是说他要先喝一下，好，我帮你拿一下。好，对，我拍到了吗？好，中间前方灰色衣服这边两位可能是想要吃一些，谢谢。好，中间这边到左边，对我拍到了吗？没有拍到的麻烦再请举个手跟我说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好了。